我们有租赁合同在这里，我租下来的，我有租赁合同在这里。你拿出来给他们看。我已经给他们看了，也跟他们讲了。我已经给他们看了，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们有租赁合同，我们有一系列相关的那个东西都在，然后他们不听，强行要占用我们的场地。当天也报警了，那些阿姨对民警说的是，当时那个地方是。 商场的领导答应他们那个地方是划给他们的，这是公共区域，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不是你盈利，不是你赚钱的地方。然后第二天我就去找商场求证这个事情，然后商场给到我的答复是没有任何人答应过他们说那个地方划给他们跳广场舞，是阿姨们说自话，商场的人员也在，然后我们员工人员也在，他们强行霸占我们的场地。 我已经报警了，麻烦你们不要动，麻烦你们不要咬人，好吗？刚刚阿姨，你咬人我已经录下来了。本身想跟他们好好的讲道理，但是他们实在太不讲理了，不能仗着倚老卖老吧，就这样强行霸占。